Let's go。大河马移动好慢哦。大河马移动好慢哦。哇！我莫名其妙被打了，会有一道闪电团飞过来，这应该是这个房间的特效。哎哎哎！喂，你看地上有那个地上有，你周围的变红的时候就要闪躲。有没有是打像这个打这个东西，它都会。哎，为什么？哇，好痛！哇，他两发就把我打倒了。被什么东西打到？敌人呢？敌人两发就可以把我打死。哎、欸，没有子弹啊！我也没子弹啊！要用你的三了。可以。好吧。等一下，这里都没东西、欸。前面有什么吗？这个房间都没东西吗？这么逊？没有隐藏。真的都没有哎、欸。安安。过了、哦。好。哇塞，痛死！哦欸、打他的盾会有那个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我会被反伤哎、欸、啊是哦哦对对对、哎、打他的盾他会有一道雷射直接喷在你脸上，铁衣挂了啊，我也挂了，完了救啊，我死了，救你，我就死了、欸、哪里啊，哎、欸、没救、欸、我死了，哎哎、欸欸、他冲过来了，没有没有，我死了，哎哎哎，哎、欸，完了，要灭团了！哎、欸，是不是还没准备好啊？你们几个？不是啊，这就很强啊！哦，没关系，我捡到大河了。哇，这大河马移动速度好慢哦！哇！把普通一点的枪。哎呦，酷！好酷哦！哎，喂，你怎么回事？我也快死了，我也快死了！回家，他们打两下我就要死了、啊。啊！你之前还不是一样？我被打三下、啊。有人吗？呀、欸！这个我们真的打得赢吗？才第一关呢、欸。打不赢。打他的盾，哦，打他的盾真的会被砍伤哎！哦，天哪，好痛啊！啊！我缓右打哦。哎，怎么没人救啊？哎，差一点哦，等着要去救。大家都还以为有人救、欸、保护啊，保护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有东西、啊。先保护吗？还是先保护，先保护，不然过去又要回来，先保护。哎呀，最讨厌这种，因为站在上面。哦，他们会回血哦。好一点。哎哎哎哎哎哎，谁卡住？有没有考虑直接把钱夹在上面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跑到我没子弹了！哎呦 ！OK， 是不是会定身啊？哎呦，那是会啊。嗯，听说明天没有
对啊，就没有啦。什么叫做听说？听说，听我说，听新闻说。哎，我没子弹。啊！小心地上。哎、欸，那个会定身哎、欸，是不是啊？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危机，危机！天哪！救！来了！啊！哪个家伙丢哇？丢那么多东西！哎、欸！直接炸死三只！掉了哟！掉了哟！猴子啊！这猴子！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这怎么这这？到底是谁定我身啊？那个敌人的敌人的打敌人的技能。这两击、啊、好痛，讨厌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、哦、天哪！哎呦，我被打出去，我死了。OK OK OK。哇，这只逼近超可怕的，这也太窄了吧！这巨鱼啊！这游戏怎么突然好像变得不认识？之前过太爽了吗？啊、其他人声音比较小，我看一下，这样呢？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雷鸣反击，这样子呢？这样应该比较普通了吧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哎呦，这谁要啊？什么东西？啊、电磁线圈呢、啊？玩原玩电属性的应该会要吧？电磁线圈，我要。哎呦！哎、欸，前面有，好了，绕了一圈，看到那个期货商的标志。明天刚好要出差来台，对，我就没办法啦。明天台风假，那北部没有啊？哎、我被挤进来了。开打了，开打了！怎么都是北部没有台风假？哎呦，我又没子弹！天啊，这个我子弹掉下去了，没问题啊。这样子会我在二十 ，OK OK OK， 十二，十不在，十跟十二。大元快点来！哎、欸，我的铁翼也死了。啊、哦，不是，不是我的铁翼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一直死啊！那个，哎，直接冲过来！哎、欸，你不要啊！他怎么贴着你的脸在打？毛病。铁翼别死！啊！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也有用了。哦，哎呀，这游戏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？为什么变难很多啊？游戏是这样子玩的吗？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就差了一点点血，然后不死。哦，有那个哎、欸，过。哎、欸，底下是不是有什么商人？有啊，期货商，期货商。嗯，底下那个是不要的、喔，不要的啊！我不能拿这个。他等于没有放假。对啊，他没办法，谁叫他要出差的？谁叫老板叫他出差？啊，你下一间的吗？下。哎呀，反正总好过。明明就放假，但公司规定还是要在家上班。死了！喂！哎、啊欸！喂！哎呀，我被炸死！喂！你们，我觉得我们过不了。丢、哎、太多东西过来了啊！我要被死！我觉得我们过不了。哎呦，我不敢跳哎、欸，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火。他把我定身以后还用火。哦
哎呦！我这直接，哎，我死了！救命啊！体力现在很薄啊，皮。没有啊，要用那个啦，灵佑啊。你不会死，你没死之前体力不会死那个才。那个没有拿到啊。就没有拿到灵佑啊。是不是要洗，一直洗灵佑？ 你要趁第一个，洗到为止，就第一个有关。啊，又倒了，对一个怪怎么那么？给起手，起手掉到选哪一个？哎呦，这游戏是不是改过啊？游戏有这么难吗？有几毕竟是新加的吧，跟前面八级不一样，怎么？哎呦，喂，没有那个，跟前好多钱，哎，有商人哎。 没看到怪啊！哎、欸，有、那個、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那边吗？哎、欸，在后面那边。哎呦天啊，怎么那么会躲啊？他是人吗？顶后面是有用 AI 强化怪是不是？我、哦、死超慢的。不朽有个九的。哎、欸，还有。 靠，好硬哦！啊、我被拖袭啊！拖你被拖袭了！我来。哎、欸，他们会一直治疗哎、欸。卑鄙！工具以损失疗其，欧维的哇！一直被打其他是会回血的意思吗？ 喂，谁在那边看箱子啊？哎、欸，你旁边一堆怪啊！我没打完。啊！在干嘛、啊？看箱子还在那边死掉？屁啊！是我早就离开看箱子很久了。啊！我被……啊！我死了！死了！还能不一样？我又没有在看箱子。我刚刚也没在看箱子啊。啊！请看 VC 啊！ 哪里呀、啊？后面上面，这怪是出的有点慢呐、啊。啊，死了！活了！哇！哎呀！哎呀！ 打哇哦！打一打真的会莫名其妙飞出，你看闪电飞过来，我就打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弹药好像有点缺啊？对啊，好像是。用闪电飞过来电你。哎呀，毕竟这是九级嘛。九级不能合理化这些事物吧？九级，我们九级要打的那个吗？使用冲刺技能幸运，不不不，这个有人要吗？ 咦？嗯？什么东东？用冲刺之后拿走啊？那等要打吗？有酒哦，有酒哦。诶，有酒，对，有酒。有行脚伤。哦，我要怎么取消？有宝库哦。 是打王的哦，进啊！等一下，打王的哦。我觉得我们就
我们在这里就结束了吧？就到此为止了。Over, let's go。哦，我们真的是莫名其妙，就会有那个，是有电会，哎哎哎，我他是那个追踪的电呢、欸，莫名其妙。你要躲在障碍物后面，那个躲后面一样会被电，那个电是直接贴你脸上的。我们做到十月底，哎呀，最后的波，难怪他要派你出差，对啊。哎哎，谁知道？好了，知道。敌人来了，王来了，王来了。啊，也是谁知道啊？这就还好啊，反正跑得很慢。哎，是不是要挡下来是怎样？屁啦，彩虹也要被挡，都已经绕过他的盾了，还要被挡。冲啊！啊！那个方块还会弹跳。我打都没子弹啊！什么叫真不回？什么意思？哎哎哎！我死了！别意思了！哇，救不到，没办法，痛！铁翼他不是自己会活？哎、哇，他们会爆出毒球哎、欸！我死了！哎、欸，好快，好快！哦，好痛哦！哎，我死了！太难了吧！我死呀！我给羊救，喂！你去救他，你去救他！打到没子弹了，哇，好痛啊！一秃头。口罩没子弹呐，我射不出来。这子弹好像有点缺，有个扯的。突然就我来了，被两枪射。旁边偷丢。啊，子弹在后面啊，是的。我在正面弹好，我从背后打，从背后偷偷打，他在看我，不要，他不知道在看谁，死在那边救不了。哦，我的鞋，我的鞋。啊！啊！哎，我死！哎，三人，三人，完了，完了。我在哪？我是谁？哇！哎、欸，哪有这样一刀命中我的？哎呀，那个地上的雷根本看不到啊！哎哎哎哎，还是我们改完传送地下城。啊、我都 OK 啊！哇！一样是一直死，不是？至少玩完这一场吧。哎、欸，至少地下城不会死得这么绝望吧？是吗？是死到蛮绝望的。你不是也在那边抱怨他的那个子弹怎样怎样的？啊，他的子弹是怎样怎样，但问题是这个更怎样啊？这个怎样？哎呦，出一堆啊！马油一直瞄着我举盾，怎么哪来招啊？马油有一直瞄着你。哎、欸、哎呦，这招好像有用。等一下，不用啊！对，这招有用哦，吧？哎呀，有啊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第三步完啊、哦！哎，小心！哎，你们死前还放这个啊、哦？有够难打的。哎、欸、哎，又是青铜五包。瀑布哦，这个好用。幕后交易哦，这是新的吗？哎、欸，滋味，他是卷轴，他没有酒哦。是卷轴啊。
有啦，心意相通。这个是什么？那这是什么？走啊，那卷走。生命之源。出去啊！这里没有漏拿的吧？没东西啊！听着，我以为说这里没有漏奶的吧？啊！你真变态呢！啊啊！退去不是都在漏奶？那你也漏一下啊！我漏个屁呀、啊！在讲什么啊？看看人数会直接多一个零，少一个一。哎、欸，又有宝库！哇，宝库我们打得超辛苦的，就是用这个宝库来什么增加地上那个？这到底是怎么样会出现？它就是会出现吧？我也不知道。它也不是那个房间的特进宝库的效果啊，先进宝库啊！哇，怎么又是王啊？哇，又是凤啊！是那个虫啊！虫好像比较麻烦。哎、欸，一滴一滴，二米以内才有伤害。哇，虫还要打十二米，哎呀，绝美！故意的吧？这个组合一看就觉得是故意。安安，多两个零啊！你那个是挂号，那不是零吧？滴滴滴滴，多两个挂号里面两个 O。哎呀！滴滴滴滴，王来了，王来了！上进输出啊！而且虫还会有那个哎、欸，虫周围还会有腐蚀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啊、他是不是动不了啊？哎呦呦！走开，走开，不要盯我！哦，是不是我一抖会散一圈绿绿的东西啊？那是他的毒吧？很毒的吗？哦，痛！然后我们还要在十二米以内打，还有伤害。Oh my god！ 哎呦天哪，跑来跑去的。哎，他的十二米好像对铁剂没有用。可以把铁翼直接贴在他脸上了。不是，我是说铁剂在远远的打他伤害也不会减少。哦。哎。哦。哎，挂了。你刚刚好打多。当什么无敌一下子啊，然后就突然暴毙了。哎、欸，有狙击枪！安安安安，什么呀？谁要漏奶？听大元在那边乱漏奶，不是乱讲、啊？谁漏奶了？不是你吗？我才没有要漏奶，我要惺惺相惜哦。他的机会对敌人造成额外生命死亡。这游戏的狙击枪已经基本上是废了。我有心意相通，我没有惺惺相惜。那也没办法。过吗？子弹超缺的。过。妖气转身，变成小虫虫。药不足。
正宗的大元那一游。好啦，倒了，倒了，准备倒了，倒了。有一把弓，有刀哎、欸！我忘记 我适不适合拿刀了，好像不适合。他们的盾前面有那个哎、欸、，AT 立场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那个马头人的盾上面有 AT 立场，有附魔就对了，一圈。哟、哦，哇，是你滴血。自己人啊！跑在躲在上面，各种没子弹。哎，我怎么上不去？但魔王，哎、欸，有大河马哎、欸，大河马，哎、欸，有那个武器大师哦，训练大师，是树精吗？训练大师完成三个房间，至少三秒位受伤害。哎、欸，这好像很难呢、欸。这是自己选吗？还是自己选啊？哦。等一下，可是这个好像没有负面状态。你觉得可以完成的再选啊？如果你完成不了，会变成只有负面状态。没有，他没有负面状态啊，毫发无损。我是说，我跟牙在讲啊。哦。敌人被击败后会按30%生命总上限复活一次。那个还 OK 吧？就多打一点的意思。但是过了四个房间就过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可是这个是大家打死了他都会。复活吗？应该是吧。嗯，是记得喝酒啊。个人选不一样的，然后自己解自己的。哦。没有箱子啊。嗯，这个不是吗？哦哦，那个讲话宝。哎、欸，哪里？抽出钱去。二楼。哦。交钱拿那个一卷，哎、欸，这里没有那个哦，武器伤人，火焰伤害 ，H 没有武器伤人。台风来了，大家也变奇怪。之内今天都无声，他不但无声，他还无息嘞。没有台风假，他就无息了。光不是有讲话吗？你是不是又关麦了？你又关麦了，又关麦了。刚刚关了，那就是有关嘛。刚刚而已啊。那就是有关啊。刚刚而已。哎、欸，惺惺相惜。嗯、啊，不是有人有惺惺？有啊，我有啊。哎、欸，靠呗！这样也要骂脏话？这样骂脏话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十颗，他就不是那个了，不是双子哦。要加五吧？现在才第一关哎、欸，要加五，加五以上才有。所以没有吧？你就算第一关应该还是不会有双、那我就不能再死磕这一把了吗？哎，那把就废了，你就不需要。靠腰，要加五以上，或者是他已经有四条、那個。可是我这把感觉很好用哎、欸。没有啊，你之后可以重铸吧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，死磕就不行。你除非找到那个有跟你讲说可以重铸一次那个
民科的人。你说讲话宝箱啊？啊，对啊，要走了吗？然后那个铜柱也只是把有双子的变成那个啊，其他效果而已啊，原本就没有双子的。那我可以再时刻一次。再时刻一次应该是不行吧？怎么会在这里灭他？不会吧？我刚刚就拍供了。这盾怎么那么厚啊？为什么你弹好？到现在都还没有扣。为什么一直打我啊？你弹好啊！你弹好。为什么到现在都还不扣血、啊？盾牌很厚。你打掉他的蓝盾啊！很好、哦。Yeah, why me? 很好，很好。啊，我死了。他回去，他回去。打断他，打断他。他能被打断吗？他可以，他不能被打断啦。之前玩的时候都是他集气集回来，反正血更少。哇，痛啊！很好、啊，这个血量扣的真感人啊！扣血的速度，啊、加油，很好！他又回去回盾了，我才刚把他盾打掉。这是打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的伤害不够吗？艾尔斯，够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吧？有人救他吗？活了，活了。喂，那个箱子会往人那边弹呢。箱子，哇！哎呦，这一招完全闪不掉，范围超大的。艾尔斯，哇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你不要！不要在火焰里面。哎，蹲到那边扑啊！打他，打他！完了！哇，这个血回的，要灭团了！哇！转、啊！传送地下城！传送地下城，你还不是在那边骂？啊，都一样啊！打个都是粪便啊！他的盾为什么完全没有在减少呢？我努力在打了耶！啊，你不要过来！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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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！哎，他上去了！哇，又回了！哦，有他，有救他吗？哎哎，没了！你怎么？你怎么？刚刚说救救，我想说没人救他吗？不是啊，我根本赶不到啊！对啊，我也赶不到，跑了，我要死了。有了他的血，终于有在捡血了。加油加油！加什么油、啊？你倒是给他起来帮忙啊！哇，完了！哦，还好。百千，哎，死了！百万，他还有六，他还有五百万的血，加油，加油！我看不到你们的数字，哎，哎，不要再跑回去啦！哎，他不会回盾了，这个是被原谅的是吗？这记者看我们，看我们一直拆不了盾。这招完全闪不掉啊！从此也闪不掉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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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哎呦，哎呦，设计，游戏设计已经想到大家会开不掉盾，所以，哎，完了，死两个，玩什么玩？玩什么哇？金雕吧，金雕吧。不要再回去啦！哦，他不会回盾就还好啊。是啦，不会回盾就还好。是怎么把他的盾能力打掉了？是不是？哇！你不可以用这种、啊！一锤两只！你不可以这样啊！哇！这样！哎，他用哪一招都不对吗？哎呀！有400万，喂，哎，我死了！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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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救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不死啊！哦，他现在上去只是叫小兵而已啊！哇！590万，No！ 哇！哦，他还有耐受体质哦！哇！你被踩死了！他有耐受体质吗？有啊。因为我挂了，所以右边的效果看不到了。所以要换武器。没有，是武器和技能要轮流使用。哦。不过你没差，你那个你的铁翼一直在打，铁翼就是乌巴擦擦嘎，乌巴擦擦嘎是什么？哦，哎、欸、哇，乌巴擦擦嘎！不要在那边乌巴擦擦嘎了，直接哭。哇！怎么又冲我啊？你他有病啊！哎呦！哇！哎，我回去叫小兵了。为什么这么难打、啊？血这么厚啊！这就是轮回酒吗？哎哎哎！哦。想说怎么一堆蓝蓝的 ？Oh my god！ 哎呀！哦、oh. 啊！直接被救一下！我靠！五八恰恰卡！直接被一拳锤死！直接打我！过半了，血过半了。这招真的闪不掉啊！这范围有够大的。哎、欸，怎么跑去？剩下250，快了。250万被你讲的好像250一样。啊！我死了！救命啊！救得到吗？救得到吗？可以可以。小兵、那個，那个方块好讨厌啊！啊，死了，完蛋！哇、啊，直接可以赔死两只！哎呀、啊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刚好招小兵。哎呀，超烦的！啊 ！Oh my god！啊！我死了 ！Oh my god！ 这是轮流死，被打烂就是这样啊！铁一爆了，换铁一爆了。哎、欸，我死了！170，哦，痛！
喂，这什么东西打到我？等一下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！哎呦！哎，完蛋！哎呀妈！哦哇，真真大爷，真大爷！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！哎呀！喂！哇！最后一百万，最后一百万，但是索性也就不回去。哇，他原地锤啊！你搞，不回去好啊！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嗯，好招惨。他在找人打吧。谁有庄严审判？审一下。我有，我有啊！你怎么考我法官啊？哎，中间审判对 boss 有用吗？有8%，哇、哦，有啊，你看有用了，有用。可是我没有复活哎、欸。哇，对啊，因为是你不会复活，你要下一关了才能复活。你这一场直接那个啦 ，lose 啊。啊，少了一个，少了一杯酒，啊、少了一些武器。哎，武器是还好，少酒比较、那个、少一张卷轴嘞，少一张卷轴。刚刚你好像死在超远的地方，我都没，我连红色的那个圈圈都没看到。我也不知道我死在哪。哎，还是就此隐退，传送地下城。啊、你已经心灰意冷了，是不是？灰心丧志了、欸第一。第一只打成这样，哎，是因为我们少一个人呢、啊。我们3-1这样放水呢、欸，我觉得多一个人好像也没什么帮助啊。我们可是放水呢、欸，而且他接下来又少一杯酒，哇！没有啦，这个雪球少一块还是可以滚呢、啊。来，我们打得过。我们大概可以撑到，大概可以撑到第三关吧。那个虚妄征出来之后，哦，那还可以玩个一场地下城。有长大的空间。难的最难的第一层已经过了，后面应该会远。后面角色会越来越强哇，所以后面应该会越来越简单。没有，后面也会越来越难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怎么没在扣血、啊？你一定是拿了那个哇，你一定是拿了那个有在扣血的那个安全气囊。你一定是拿了那个会吸血，但是没受、哦、安全没打伤害就会扣血。安全气囊啊，安全气囊啊。那你可以，你可以剩下可以拿那些也越少。那个效果越好的那些人走啊，因为我用白痴武器在打。哎、欸，宝库！哎、欸，别卡我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呜呜，宝库宝库，这个宝库，哎、欸，上面还有怪，上面有怪，什么？他在哪里啊？啊，他在打前面呢。上面有怪，上面有怪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震动啊？打到要害的关系吗？哦哦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打到？哎、欸，他怎么在补护盾？哎、欸、，OK， 打掉了，保护保护，贝尔贝尔，而且是真正的宝，哇，是宝库哎，不是码头的，
Oh shit！ 哎哎，后面人救一下。哎，小子莫滑。哎。哇！我们上不去了。不太对，不太对，不太对。行不行啊？哦，烫。哎，我能走底下吗？可以啊，只是问题是底下也有陷阱。底下上得来吗？没有那么好走啊！有哦。可以可以，上来。好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跳不上去？啊哈！哦，哇啊啊！差点死在宝库，有没有搞错？哎、欸，如果死在宝库，一样是要到下一个商人那边才救得起来吗？如果没有人救你的话，哦，后面还有些许的零钱，捡一捡。这游戏看不到自己已经，受控就不会来玩了。啊？你旁边不就有一个受控吗？啊？谁是受控？哎、欸，好了，走了，受控们。你不受控。讲话宝、哦。哎、欸，怎么？他们怎么复活了？没有啊，因为我跟牙有那个武器大师啊。喂，武器大师？不是啊，训练大师啊。哦，训练大师的任务啊。这个是只有我们打到他才会复活吗？还是没有，全部都会。哎、欸，我会精英突入。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失败了？哇，我完了。哇？哎哎哎！我要死了！为什么我失败了？欸、我看你在我旁边啊！哦，有一只，哇，铁翼死了，特别黑的狼啊！但是我又过不去。哦，别谁啊？啊！我死在旁边。啊！活了，还有死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失败了、啊？好歹讲一下失败原因吧。哦，你被砍死了。哇！我完了。哇！你又完了。有人要这个吗？白痴武器，有人要这个吗？这我丢的吧？啊，推腰呢？哦，我以为是輪具。为什么我会失败啊？奇怪了。欸，前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秘卷是会摧毁我的护盾的吗？前面有讲话宝啊，讲话宝箱啊。什么？好贵！永能护盾啊，感觉好像不是很好啊。无光之盾很好吧？欸、好像不无光之盾很好吧？你死在那边，你死嘞！
为什么啊？前进。哎、欸，我好了，前。没人要这个轮具哦、喔，那就把它。没有，那个就是我刚刚弄坏的。你弄坏的、哦？对啊。弄坏的。是没有办法再用双子的，只好忍痛丢掉。哦，好痛！哇，从后面砍我，还在笑。多了一个洞了，你后面多了一个洞了。怎么一直看透明的？他们脚下那个圆圆的是什么？啊，那个移花接木的效果啊！你看一下右边。哦，治疗周围其他。哦。哦，痛痛痛痛痛痛！还是打。痛！这是要集火、啊。你只要打得够痛，他们就好啊！我这边我变成烧烤了，烧烤兔肉。怎么那么硬啊？我还来啊！哦，这怪怎么那么硬啊？哎，我死了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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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在出口，妈，我在入口这里。好远，那么远啊！啊哦，烫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！哇哇啊啊！哦，有起来了。这打飞机完全没在扣血是怎样？他扣一下就回来，因为他铁甲，他铁甲的那个特性。哎呦，怎么会？那血一直在那边。捡了又回，捡了又回，捡了又回是我们两个人的任务啊。哦，还有一个这个房间过了，应该就过了吧？应该就任务就结束了。喝酒。好烂的酒，好爛的酒，是我想要的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下一间了，还是之内再搜寻一次，因为之内每次都可以寻到。先暂停，有吗？没有了。啊、哦，走吧。他武器大师能不能给一个选项，是说再给我一次解任务的机会？哎、欸，武器大师，要武器大师啊，他来了，武器大师不是来了吗？但他没有那个选项啊。哦天哪！我什么？杀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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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死在后面，我死在后面。怎么反弹枪？哎哎！哇，铁翼直接被他给蒸发了！杀虫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哦痛！这杀虫怎么还活着？我不是杀了他吗？精英突入！怎么这么多精英啊？呀！ Yeah! 来了，我来了。不用担心，因为我来了。什么？又喷火的猪，这个好讨厌。不
哇，死了！哎，你们在干嘛？撑着点，撑着点。铁翼在救我。我擦擦擦！铁翼，你自己还不是死了？哎，我是为了救你们。靠靠靠靠靠靠靠！靠靠靠靠靠靠靠！我的天啊，他们会一直复活啊，好烦哦！我很爽，是你们在爽。西努，承担后果的是我。我们是共同的，好吗？我们是一个 team， 好吗？这里面 team， 这喷火的猪也太硬了吧！分裂，超硬的。哦，我死了，我倒了，我倒了。OK， 救到。耶。这个猪怎么那么硬啊？哦，这精英也好硬哦，有什么东西是不硬的、啊？哇，痛啊！拿盾呢？拿不命耶！有没有灼热金属？还没打完了？没打完吗？还有码头，有那个蚂蚁马贼门客，马贼门客，码头门市。会啊！哎呦，在复活系列，最后一波怪物，还有最后一波怪物，还有还一波，又是太多了吧？又是猪啊，喷火猪，我讨厌。怎么又复活了？欸、有一只透明的哎、欸！哎呦，要死！黑面菜，黑面菜。啊！我死了。现在是不是买不到黑面菜？倒了，我倒了，我倒了。买得到啊！耶、yeah ！买得到吗？买得到啊！完了吗？打完黑面菜，完了，到现在还没有看过。要去黑面菜不是杨桃汁吗？所以要去哪里买？我便利商店都没有看到啊。便利商店当然没有啦，你要去那种美食街有黑面菜的店。嗯，讲。嗯，哎、欸，我有新款哎、欸。哇塞，之内的伤害很夸张哎！最好是啊，你最高好不好，一下就追上来了，一下就追上来了。刚刚我离你们很远，现在你一下就追上来，这不夸张，什么才叫夸张？啊！我靠，我伤害好低哦、喔，还没超过你在那边夸张夸张，你别夸张。我要怎么看刚刚的任务啊？我伤害追上大远了，哭哦、喔！啊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边是什么？超高伤害回复，若两万会造成损失。哦哦，你们完成三个房间内前卫倒地，倒地算了吧，你们加油，算了吧。还是继续让敌人会复活好，继续让敌人复活。可恶！哎，那四个人都选这个，他会复活四次吗？哎、欸，之内已经进去了啊！不是要进去了吗？哎、欸，金龙啊！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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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点哦！哪一只是真的、啊？我还没会不会死在金龙关啊？也许金龙会饶了我们，他会丢炸弹哦！金龙完全没有在扣血吧？也太硬了吧！哇、啊，好硬啊！哎、欸，这里，然后进来就看到一只，然后那只就是真的。哈，三重轮回。
很好啊，你有三条命欸。哈，好烂哦。安安，为什么你们都会掉橘色的装？没有，那是我一开始的那个是什么？灵柚。哦。你是在看什么？嗯，这边没有宝箱了吧？嗯，宝箱就是那只龙吧。也许金龙就是我们的宝箱。你想说什么？啊？走路好慢啊，那么下一关。琉璃瓶。喂，谁在那边前面一下死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谁跑到那么前面去？等一下，我不太懂哎。琉璃屏障，就是他会无敌一段时间啊。又再复活了。哦，原来这就是工匠哦，是在哭哦。你不要查工匠了。喷火的，他超像在喷火的。喂！哇！哎，有没有？等等，我死！哇，我就用掉一重了。你是说你死了，还是你在叫我啊？啊？什么？我在叫你？你在叫阿傻？嗯，等一下！哎呀！我让他叫阿傻。你怎么阿傻叫阿傻？干嘛呀？我说刚刚那样，刚刚大元在叫啊。嗷嗷嗷！你听。等一下！怎么分裂会分那么硬的东西呀、啊？哇！哦天哪！该换武器了，这只已经不行了。他的铭科太弱了。哎，奇货商。还有工匠是不是？工匠上面。哎，算了。想起被阿萨蒸发的金龙，是吗？不是我被蒸发哈、哦。被金龙蒸发。觉得被金龙蒸发比较合理的感觉。走了吗？好，出发。哎、欸，自己跑到前面去了，才在那边说出发。怪物怎么都会隐形啊？哎、欸，这一个房间就这样。嗯，赚到了，没有宝箱啊，所以也没赚。我是喷火的猪。哦，我怎么容易打我一发我就死了？哎、欸，可恶啊！竟然死在那么前面。嘿，敌人一直变成一个暗影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就是你们的复活啊！你还好意思问呢、啊？好了，我逃了，大元，我跑你旁边。原来如此，那就不过问了。你不都问了？啊！
我东西一动我就死了。错了。那个变成球的时候，武器还是会打到他，所以他不会受到伤害，所以就一直吃弹药。就两只精英是不是？你真的是精英耶、欸！还是说我们还没有遇到群英荟萃的关呢？哎、欸，下一集快要来了，快要来了！你不要，你先别急哦。不是，那他怎么一枪我就死了、啊？这个群英荟一下萃，我们直接就萃了。这是几桶啊？今天就可以说晚安了。你是想睡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怎么分裂了、啊？出来啊！连这只还满血、欸啊，这个就是群英荟了吗？原来这个是群英荟，这是个前菜吧？谁选的？不是分裂，不是吧？是吧？我的这个复活没有分裂哦。Thank you。哎、欸，终于爆了！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怎么那只那几只也死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打死核心那一只，其他只也会挂吗？他这么厉害，他是核心。来，看着我连锁全部都死。哇哇，有点难决定。这房间什么都没有啊？有啊，有一个商人，普通的商人。你看，之内的伤害已经超过我超多了，超扯。怎么了？可爆呢？刺猬，哎呀！大元是要哪一种？我这次比较喜欢拿散弹枪。这不就是散弹吗？杠。哎，蒋宝，阿里。哎，可恶啊！前面。有。哎、欸，我怎么？灵巧地狱是散弹枪吗？欸、好烂哦！对啊，可是看起来还好。要钱不要命啊！获得一千，然后我血好少啊。我没血可以换那个、欸，烦呢、欸。好、哦，知道了，吃包子。把，嗯，别，有啊，没了，包子才五十滴而已。不知道你们吃了什么？哎呀，是有什么东西？讲话宝箱，就是拿血换钱，在哪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哎呀，帮我标一下，楼梯旁边。哦。天哪，连吃个宝箱都吃不了。下一个是群英荟吗？哎呀，我这等一下，有什么可以让我护盾爆掉？我血只有一滴，没办法换。一样是不是？来吃没有了啦，来吃包子啦，走了啦。这里有商人呐、啊，来吃包子啦。哎，吃包子也一样啊，你吃完过去先把那个，你先把那个卷轴丢掉再吃。对啊，你不会把卷轴丢啦。我不是卷轴啊。不是武器大师给我的诅咒啊、欸！我是叫你把卷轴丢到再吃饭，你会扣啊！有有有有有有有，有拿到。哎、欸，靠！要那拿到284，那才赚了200而已。对啊，所以我才没有弄啊！群英荟萃啊！直接开始啊！哇，结束！不是啊，有人跑进去了啦！谁的？好了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。
他们为什么一直在那边咣咣咣的声音？哇哦！谁在那边？哇哦！哦，哇，痛啊！哎、欸，我完全看不到你，我跟你讲。Help！ 好玩哟！你要卡住啊！糟了！啊，我死在大圆你后面，大圆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圆也死啊！不是，没有，我还没死啊！我满地的，哎呀，太难了！这个死的有点远，死的有点远，我在。加油！加油！上去这边，怎么大家都挤在这边？我死，我死！你那个位置我怎么救？有大人救大，大人救大，到处都是地雷，是怎样？哇！哎，我死了！你还没死、啊？我有轮回，我有轮回！我死了！哎、救我！快救我！我救！我要去救你的路上啊！我要逃了！啊，完了！救人！我起来啦！救人！我没了！这个！啊，我死了！啊哇！这不是田毅吗？雷耶！哎呀！哎呀！要死啊！死了！啊！完了，没了！是不是没了？救人！救人！哎，全死光了！没有，全死光了。没有，他有铁翼啊！来不及了吧？我要复活吗？救命啊！三哥哥！哎吼，还可以复活！复活是，我现在没机会复了嘛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的时候才可以复活？哦，不是、啊、你刚刚没有，你刚刚没有点吗？我忘记有可以复活了。哎、欸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显示吗？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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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他灵药不够，我没看到他我。啊，你灵药不够。我没看到可以复活啊，应该说我没有注意到、oh. 我在注意画面的其他地方，都被狗挡住了，满地的地雷耶、欸、真的是啊，这样我又少喝，死掉就会有地雷，我又少喝一瓶酒，对啊，没有啊，前面有行脚伤、啊、我们去行脚伤复活你吧、oh.哎哎，真的让我被狗关厕所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看到大人左右，不能动，出不去啊！他死了，他死了。OK。哦哦，有够难。救我啊！哎。哎、欸，他刚刚是那个怎么出去啊？另一个洞，左边。哎、欸，感谢。这么早，刚差一点，刚差一点就要全军覆没了。应该说我们已经在全军覆没的边缘。诶，这里还有一个码头诶、欸。有一个码头，你没有？那个是宝，那个打王的宝库啊。哦。没有，大家倒的速度都差不多吧？都是敌人都是两发，我们就完了。
我觉得我一发就倒了。哦，我另外一发我就什么都没了。没有啊，你没倒啊。我是触发了那个根性。Oh my god！ 我被烧死啊！喂喂喂，我丢，爬起来了。哇靠！之内的伤害有够夸张的，我伤害怎么那么低呀、啊？下一区了吗？下一区了。哦，哇，打王啊！阎王龙又没了。靠，你在那边碾压就好啦。嗯。来。哦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好痛，好痛！嗯，吸不到啊，吸不到他。哇，怎么快无敌了？龙卷风，好大一个龙卷风！他狼人，杀死他！追我，为什么还追我？带他去杀子啊！哦，好烦哦，一直飞来飞去的。哇，痛！怎么一直用不到？又无敌了，龙卷风，小贱贱！啊，有人在追我！啊，哇哇哇！哇！我被夹击了。呜呜呜呜！哦，又无敌。哇！死！死不在、啊。死啦！哎、你赶快碾压他，快啊！你有看到他血在扣吗？有啊。啊！我没血啊！死了！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
然后东西怎么没动？东西嘞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怎么点那个？啊！铁锁连环，一直不掉我想要的武器，可恶哎！我都非常的酒好烂呐、啊、哦！点点。喝火，喝火！哇，什么都没有。说大人，你是报什么路跑？卡坡的。卡纳赫拉。哦，卡纳赫拉。等一下，我还没看完呢、啊。哦，这样你不是会遇到他们吗？啊，他们有爆？有啊。哦。还是不同店，他有不同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破魂。等一下，破魂啥？就你的技能啊，喂！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又有那个武器大师，地大师，武器大师啊！哦，熔炉，哇塞，铁翼倒了，用熔炉打，用熔炉打，用熔炉爆头，我还宁愿这样慢慢射哎。减少九十八，啪啪啪啪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么死在那么前面啊？打死他了！打死他了！哎呦喂！不是你死在太前面了、啊，过不去啊！过不去啊！我要消失了！过不去啊！这个这个是，那还有那合同在那边，哎，怎么又复活了？又有人捡复活、啊，这伤害也太感人了吧！爆头，爆头！那你就被减90%，你拿熔炉出来，拿熔炉9999，哎，熔炉是什么意思？是你的最基本武器。哦，原来还有这样的，又是训练大师。哎，算了，武器大师，哦，又会复活。我选酒了，我酒有点烂了，刷新两次，有点机会、欸。哪里有武器大师？啊，有这里、啊，那个、啊，我旁边啊，那是绿绿的、啊，那不是训练大师哦，就训练大师啊，那哪是武器大师？武器大师啊，偶像大师，一大师 ，Idol Master。Ben代不还我账号，就他 Ben代。你也不会认真玩，你是在啊？哎、欸，我这氪了多少啊？靠！
你克罗多少？你克罗拉多斯。克罗拉多斯。几年的薪水都砸在上面了。啊！账号说锁就锁，你他就是让你要被锁。是干了什么啊？怎么会被锁啊？对啊，你干了什么？没有干嘛、啊？他就突然不给我登录了、啊。被锁的也都马这样讲吧。哇是啊！我靠，我是不是应该去告边仔？去，把告死他！那款游戏都倒了。哪有倒啊？还没有。那还活得很好啊。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后面有工匠，来，后面工匠，后面去。前面有行脚伤。啊，捡不到好武器，摆烂了。啥游戏？偶像大师啊 ！Idol Master。新的雷达。先杜瑞拉。Cinderella Girls 是吗？对啊，不然呢？哦，灰姑娘女孩走了吗？等一等啊！好了。我，这个怪怎么那么硬啊？不还账号真的是很没良。哦，你就干了不该干的事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从天上掉下来，刚好命中？从天上掉下来死，刚好被一发子弹命中。哇！哦，跑在你旁边。喂，有人救吗？哦，救谁啊？哇，这是什么？王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。哦，有啦，那个玩那个的时候也有看过啊。那个的时候，那个玩那一个，那个吸血鬼幸存者的时候。屁呀！我这，哇！后面有人在发火球。啊！我死了，死在旁边。我死呀！哎、欸，我也死了，救命啊！救我！哎、欸，怎么又分裂了？哇，亚贝！现在是全世界都会分裂了。哇，打不会分裂那一只，打不会分裂那一只，你怎么又死了？几百呀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哇！我死了！后面还有合同，你们是在共鸣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又死了？我等一下，我被击退。合同，那个合同好烦。哇！先弄河豚。先弄河豚。河豚有急迫伤。合同吧，你少在那边害我讲错。是你讲错，不是我。可恶，我都强化了这一把了，算了，就不换了。你旁边有一个那个码头，可以先喝酒吧，变强了之后再进去打。喝。进啊！哦，进哪？那个宝库啊！哎呦，全部都延迟死亡是怎样？
不是 BOSS 的吗？是啊 ，BOSS 嘞？怎么又是你？有人得人啊！我还会跳上去。我看到一个飞过飞出去了，他隔山打牛。哦，痛啊！体力透支。哇，异能之躯耶！嗯，事不过三。异能之躯给你们。事不过三。体力透支去哪里？哪里？哦，不是啊。事不过三，你只要拿驱邪护护符就好。护盾翻倍，好像我好像拿这个有用哎，因为我、没有驱邪护。我雷猫司令我还缺一个。辟邪剑法。哎、我要这个啊，我拿走了。哎、不对，我已经有这个了。啊，是啊，我缺的是其他的其他几个。那回收了。啊哈。反正没有。哎、等一下。啊！我要啊！你这不早讲？我在看呢、啊。你有那个吗？有，我都有吗？驱邪跟辟邪。啊？那你先拿了，再不要再丢出来不就好？你刚分享完，我才刚过来看而已。他坏习惯，再看都不讲。捡钱呢、哦？哎呀，这把极光看起来好棒哦、喔！这一轮的灵鼬跟九都不好，伤后后面的伤害打不上去了。就这个啊，极光之骨。你拿？可惜我已经有一把强化了。九完全都是来搞笑的，那就同我要的是那个颜色，就他那个颜色。除了那一个我要的之外，其他全部都出现过。那你要的就不是那个颜色、啊。我就要那个颜色的那一个，他就是那一个不给我、啊，其他全部都出現。精英屠戮。哎呀，这个抽卡单调常见呐、啊。你以为当初灰姑娘女孩是怎么样单调？喂，喂，讲错话你。死了吗？对啊。怎么又冒出来了？他怎么那么多只啊？他是死的是他分身吧？不，那个死亡动画灯笼怪，灯笼怪，怎么那么多灯笼怪？哎，还有虚无真没死是不是？哎，我死。一瞬间，我的那个啊，没有没有，护盾完全被拖干了。这块没有东西吗？谁把铁骑加死丢了？我看到远处有一个裂缝。裂缝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过来了。那也是正路哦。
走这里是正确的路啊。不朽的机甲。哎、欸，怎么？哦，痛！哎、欸，保护我！工匠，工匠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保护在哪里啊？在前面啊。都是码头。码头是网哦、喔。嗯。万赛马良 S 3，你是在看哪一台？哎！哎，有人在吹笛子，有人在吹笛子。弄掉，弄掉。叮！谁在吹笛子啊？啊啊！我去我去我去！哎呀，万都对我死了！啊啊！死了！哎，刚才吹的龙虾，龙虾！哦哦哦！啊，我燃烧了，我收起来。走就，哎，别爬走啊！哦，还吸血吸血，哪里啊？为什么也不会扣啊？这好久啊，扣很慢。哎、欸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，怎么不见了？他会瞬间、啊。第一次打虚无针啊！人形太保，我在干嘛？好、哦，我也可以是个法官了。法官？啊，你们都有，就只剩我没有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我中间最终审判啊。哦哦。大家都有，就在那边抢来抢去的。哎，能早点打死敌人越好。想想我们刚刚是怎么差点全灭的？我伤害追不上了啦！赶快去前面洗伤害，还不错啊！喂，这张图什么都没有啊！哇，这个怎么没有子弹呢、啊？我们刚刚有看到什么？有啊，奖宝吧？我记得有奖宝。有吗？在哪里？有吗？有、欸。哦哎、欸，打打不是？你说什么？哎呦！
安安。运气不太好啊，不管是酒还是卷轴都一些很鸟的东西。你要习惯这种单调的。我痛！现在才出一个。没东西了，过喽，哇！还缺谁啊？给那一只猫头鹰，它在睡啊。找看看有没有漏钩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有训练大师。训练，阿里，训练大师之前的都用完了吗？我在后面。欸，对，好久没看到训练大师了。有吗？有很久吗？有很久吗？不是沙漠那边第二关看到之后就没再出现了。完成四个房间，这应该很容易吧？完成三个房间。欸，受到一次攻击，生命总上限减少一点。哦，哇！喂，被你卡死了。那那个，我七五伸来旁边推敲一下，不就血直接被他推光了？欸，那个不是瞬间的，就是扣一下。精英屠戮。哎呀，怎么又有精英啊？哇，虚妄针！喂！哇，卡马基！哇，卡马基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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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！Thank you！ 快！哎呀，死了！哎、欸，我死了！怎么容易在那乱射啊？哇，我就死啊！我就死了！这说啥了？虚无针啊！啊！虚妄针，虚无针，到底是哪一个？来！哎、欸，他又跑了！哎哎哎！我先去把后面的先弄一弄啦、啊，那个龙虾、啊。麦当劳龙虾堡拿去做一做啦，怎么又在复活？又有人选复活是不是？没有啊、哦，我没有啊、哦。没有、哦，不是我、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哇，火球哪里来的、啊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突然被那个打死。工匠，哎、欸，工匠后面有那个宝藏地图，宝藏地图，宝藏图、啊，你怎么越讲越奇怪啊？
我码头要保上帝，都不能好好的叫他保护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都哦，又是这一张啊！哇，你们就这样进去了、啊？他们要刷伤害啊！那你们都……啊，你们都一样啊！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进去、啊，我当然要进去啊，不然呢？输人不输阵。我的铁骑在打什么啊？你的什么在打什么？铁骑。铁骑。铁骑在打啊！这个是那个嘛？那个神兵宝库。哎呀，这就没有捡走了。呜、哦！哇、哦！啊！我死啦、啊！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毛蛋！龙虾！哦，大龙虾哦！把它抓去做那个龙虾堡。那早就没了，好不好？下架了，已经下架了。喂，中烟审判真的是啊！你的中烟审判啊，我一定会判你有罪。扯欸，到底是谁触发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好了，把我的珍藏的拿出来怎么样？哎、欸，这是更没什么用啊，这里。而且他出的时机点太后面了，他如果在第一关出的话就超有用，可是第一关出又变成你碾压、啊、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们要的不就是碾压？那前面就没挑战，前面就没挑战性了。一直在我旁边晃来晃去，你们两个来了，哎、欸，蒋宝啊，全英啊，哇塞，哎、欸，哪里啊？敌人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敌人呢？他们该不会在？啊，先蒋宝啊！啊，不不不，哎哎哎！啊，诅咒秘诀！又是虚无声。啊！虚无声在唱，又在乱唱。哎、欸，不不不不不，我死啦！啊！等一下！啊！危险危险危险！救我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也倒了。是不是都倒了？我倒了，我倒了，倒了。我在之内，你后面。哇！地板上都红的。啊！我接下来我会死啊！哎、欸，完了！哎、shit！是西爽梅、okay. 哇哇救命啊我盾就在这里被扣光了太扯了啊我死了这我看这应该是、这应该是没救了这边地太小了、啊哇，太多了吧！离开这，离开这，往前，往前。哦，我死在很前面了。我死啊！哪里啊？哇、哦！又被打！死一只，死一只！哎，我死了，我死
死一只飞水车星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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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救我！哎呦！哥，我倒了。完了，我掉到中间的那个水池里面了。哎呦，死了啦！我根本没有看到敌人的攻击就死了。哎，他满血了。哎呦，他在你下面啦，他在吸你的铁力啊！你不要在攻击下面呐！我死在上面。下面给他吸下面是怎样啊？他吸下面，他啊，我倒了。为什么我到底是中了什么死？我真是搞不懂。下来，你下来啊！你下来，你倒是下来啊！那他怎么上去啊？哎呦，又是中央审判。哎，还怪中央审判？没有中央审判，你们就被审判了好吗？哇，这个刚刚不行，我已经把我那个复活用掉。哇，刚那个训练说什么12米之内，要是被打到就会扣一点。最大上限，我刚刚被打到，什么都没了。哎，前面那个宝箱能看吗？体系没有。没有那个铁跟铁骑在那边互相那个的，铁翼在那边互相那个的，实在是很容易死。铁翼互相那个。铁翼不死，我就不会死的那个啊。哦。那个是你跟铁翼互相那个听起来很奇怪，那个就是第一次下面开局的时候就要把那个东西洗出来了，不然小九的生存力实在太弱了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我死了71次，哇塞，喂，一直在死。欸，我反而死最少。欸，我伤害也追上来了。哇，因为我一直死啊，根本没在打啊，我都一直躺地板，完了，要没了。屁啦，这不是三两下就可以解决了吗？好死嘞，你以为这关是什么？嗯，哦，选这个还不错。什么？这个位置竟然会出武器？哭啊！错估形势。对啊，还有冰天雪地啊，没有最终啊，还没最终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怎么？哦。我的包子又没了。你的包子啊？哦。你是觉得他的行动模式好像不太一样？好像是欸，我歪来歪去的。对啊，而且，哎，他变得更好动了，是不是？不选就这么动，好像变得不好闪欸。要怎么打、啊？他们冲上来这一段直接可以射他而已。哎呦！一点一点一点！哎呦！
一巴掌拍死两个人，怎么样？我的不学，怎么开始学那个神宗陛下成那种开始鲁嚼的？神宗陛下是学他的，魔界超天场做的游戏就会这样。怕你打太快，一定要先缩下去无敌个几秒。劣根性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大量输出，哎，快快快，把握！没了，已经没了。哦，那个吐口水是不是电缆就闪了？哦，哦。哎、欸，大量输出！哦，起来了！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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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连发！啊，死！啊，我们打太快，一定要缩下去拖一下时间就对了。跟你讲，华人做的游戏都会这样。哇，挥金如土谁啊？要，咦、欸，感谢殊途同归。啊，无情打击，这是啥小啊？给那个幸运几率增加是爱的吧？每次发一次，等下四八金伤减少。每次启动强化圣剑，有一电击吗？嗯，没有，我原本这个比较好。算了，这个不好用。我选一。刚刚发言有点危险，为什么？我们刚刚说了什么？刚刚说了什么？啊？啊？什么包子？包子一定都是之内。关我屁事哦！刚刚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包子？我不知道说什么哎、欸，你可以给我讲一下。什么洗包子？啊？什么洗包子？没有讲这个啊？你会讲什么包子？说了什么很危险吗？说了什么包子很危险？哎，我把什么东西换掉了 ？Shit！ 哦，西下，西下面，告屁是他们说的、欸？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那个是你说的、欸？在那边讲的、欸？你讲的耶？那是你说的、欸？是啊，你说的在下面。是你们好不好？少在那边诬赖哦！哎、欸，这个不关我的事哦。明明就是明明就是你说的，不管是谁在关键，你跟我无关啊！这样可以踩他的头，你踩在他上面嘞！还有我那个灵柚，哎，我忘记我把什么灵柚洗掉了。那你就不要纠结了，你也拿不回来了。我踩你个两下，下次把灵柚交出好一点。反而不能踩在这个火上面。谁、欸？这是猫头鹰。这人在干嘛？哎、欸，这人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再不动，大家睡着了。被吸下面了。不要讲那么白好不好？哇！嗷！嗷！哎，又在偷袭！是你，是你不见呢？是你不见呢？我去喝个水啊！屁啦！你每次讲这个，我们都没听到。对啊，
我有说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三个人都没听到，完全没有听到。哎呦，还好我没事，我没事啊，我没事啊，你本来就没事啊。哎，有讲话宝箱，你都急，我看到了。哦，魔术怀表。哎呦，好想要诅咒卷轴。哎、欸，灵猫九命还不错，我就不用透四命了吧？我已经有九命跟四命一起做超硬的、啊，上次就是九加四命，十三用十三命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那个？哦，看到宝库。嗯，啊，那么远都做得到！哇，开始下大雨了，怎么没放假？嗯、啊、嗯，区区大雨，区区大雨都是要放假，可能要有大风吧？风要到几级以上才有？好大雨也会有哦。有到标准了吗？不知道，一定没有啦，所以才没放啊。但有的时候放了，结果没雨，然后大家还跑去看电影。你是说台中的？那刺激经济耶。我放不行，没放也不行。哦，没有说啊，不好意思。ごめんなさい、ごめんなさい、ごめんなさい。什么东西？说观众有没有听到？我的错。你刚刚果然有讲吧？我有讲。我观众特地回去看 VCR。哇塞！这啊！哎！哎，我的铁翼没死，为什么我会死？啊！你又没点那招。啊有啊，我有，我刚刚有拿到那招、啊。你没死，铁翼不会死啊！铁翼不会死，是你没死，铁翼不会死啊！但是你死了，铁翼会死啊！那这样有屁用啊？很有用好不好？你以为我死的比较大哎、欸？你以为是什么分离体啊、喔？你把铁翼丢到前面去就好啊，然后就可以在后面泡他，看他打、啊。还想要用分离体啊？是汤姆对手吗？OK OK， 晚安晚安。你该不会是因为刚刚被关切，所以被叫去睡？为什么伏地魔的分灵体不弄一粒沙子在海滩里、啊？他自己也找不到吧？他干嘛需要找到？他需要找到吗？我找不到了。他不需要找到，或者是他为什么不带到国外去？他觉得变成一粒沙子，他偷偷自己丢到北极去不就好了吗？这样他复活就冷死了，怎么办？就像之前他，你们出去了，那个分离体至少就发疯了吧？一个人在，哦，刺客教条可以，完全不会动，分离体又不会有意志。哦，我自己还蛮想玩的，但我现在比较想玩二零七，元素衰减，元素衰减，我看不懂他这个叙述好长，没时间看，打就对了。造成元素伤害时，若敌人的防御类型额，不不不不，最终伤害减25%啊，反正最终伤害减25%就对了，打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又一直复活，啊，谁在那点复活？自己承认、哦，不是我点的，不是我选的，自己承认哦。看起来就是之内了，就是，那结束了吧？任务不是早就没了吗？怎么还会有复活？复活，就一定是有人点啊！一定有人点啊！过去啊！好。精英突入。精。哦。精英突入。精英在哪里啊？我都还没打到怪，就全部死光了。
因为这边有三个两个白痴武器家啊，瓦西啊，还有一个白痴铁翼，铁翼的伤害没有那么高，因为我这次没有拿到什么特技。哇咔咔，都是我的白痴武器在打。哇咔咔。啊！有人到后面来了。这谁谁？为什么我一直看到救援？哦，铁翼啊！你偷家啦！后面后面，你不是有那招吗？你的铁翼不是不会死吗？是因为我死我倒的时候铁翼也倒吗？那有屁用？还是他改过了？那有屁用？你倒的时候铁翼倒，然后你站起来铁翼还是倒了吧？对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是啊，不然也太白痴了。冰冰姐都打完了，为什么还有人呢？还有，对啊，就是分零比哦。每一个都汤姆瑞斗，母汤瑞斗，那汤姆在抖啦，汤姆在抖啦。玉追龙加十九啊！靠呀，谁丢的？干嘛？你要玉追龙？玉坠龙加十九哎，啊，怎么会直接喷加十九？还是是有人丢的吧？有人丢的啊，哎、欸，谁丢的、欸？可是你们都没有丢，那谁丢？等一下，这是掉的耶，掉的，哎、欸，玉坠龙加二十二哎，哦，所以他改过了，雪山的会掉比较高的，还是你现在有多少加多少，它就会掉多少了？哦，哎、欸，是这样吗？对哦，有可能。有可能对有那个铁匠，你看我用白痴武器伤害就追上来了，又在那边怪白痴武器，少在那边。你的白痴武器都加二十一哎，我还在加十三、啊。这哪是白痴武器啊？那明明就白痴武器。我自己用都觉得超白痴的，少在那边。我为他付出的辛苦。你们又怎么知道？你是有付出什么辛苦？红奖在哪里啊？是啊，那里啊。不要跟他讲。啊，我用过了。酷哦！哇，工匠也用得下去，口味真好。这是什么？宝库吗？哦，对。下一关啦、啊！哇！有工匠，我觉得我们这边群英要没了。不是，还没有到群英哎、欸，不快就来了，还没有到群英，这是精英图。之后啊，之后啊，在两个房间吧，就群英了吧。啊、哇，喂，太喷了吧！喷火狒狒，火狒狒啊，火狒狒。他血怎么扣那么少？哪能买一只啊？不，这个这会死啊！这人家是气人，为什么你说他是狒狒？不是有一只狒狒吗？会喷火的。哇！喷死了！别乱动啦！我怕啊！哎、欸，他真的是气人哎！他不是有狒狒吗？他是企鹅、啊，他是企鹅，好不好？六鹅才是狒狒啊！你觉得？而且六鹅明明就猴子。有狒狒吗？狒狒啊，狒啊！他这个坐骑，坐骑是狒狒吗？啊，不知道，没注意他坐骑。我记得有狒狒啊。哎、欸，工匠。哎、欸，哪里？后面。一开始进来的地方。哦。啊，群英应该就没了吧？到群英应该就可以说拜拜。为什么这场伤害那么低啊？真奇怪。因为你没有白痴武器啊。这种白痴武器。你看他这样随便过去就死一堆，这就是白痴武器的力量啊！不是好不好，这就是洗伤害。对啊，是好不好？有讲话宝箱。哎、欸，驱邪护符哎，现在才拿到。哇！
有比没有好啊。哎呦，打死他！企鹅底下那个是狒狒吧？企鹅底下是猴子吧？一样的动机吗？狒狒是那个会拿老虎起来的吧？啊，不是跟猴子长一个样子吗？不一样吧？人家长得明明就不一样。嗯，这里有什么吗？有啊，有一个讲话宝箱。哎，我又没生命了。你不是还有生命吗？啊，你不是还有护盾吗？哎呀，先把它丢掉，然后包子，找到包子，领钱之后再把它。啊，舒服。就先把那个啊，卷轴丢掉、啊。我的不能丢，我的是那个，我的是诅咒、啊哦。你是失败任务失败的，所以一直扣血。全赢了、啊，完了，好了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了。哇，你本来跑第一，马上跑到后面去。群是会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、啊。干灾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啊，胖。哦。你现在知道了吗？嗷嗷嗷嗷！哎，我死了。便宜死了，死了，哇！等一下，我这边过不去啊！哈，烫啊！我也死了，谁复活？复活！我复活。哎，到底要复活吗？哎，我死！救我！我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哎，救到！啊，我被撞开了！救我！哇，没了！哇，没了！被撞开了，没办法。哎！救命！救我！我没了！救到！啊！又死啦！我先爬出去。这！哇！死啊！天哪！没有体力啊！先去后面！没了啦！没了啦！企鹅在那边喷来喷去。可是啊！狒狒！哎呦，这关我还行的说。哪有啊，你还行的话你就不要死啊。啊。哎。可恶。九也太夸张了吧，第九层了。不是啊，那个狒狒很难很无解，知道人家怎么玩。你的这次的技能很卷轴太鸟了。啊。你伤害明明就也蛮高的，可是最后才拿到一个主要的伤害才起来了，不然的话前面都很烂了。反正大元你下一次就用白痴武器啊。啊，我不想用白痴武器了。啊，少在那边白痴武器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下次要禁止白痴武器。禁止白痴武器，你看之类的那个神兵宝库里面几个白痴武器，我靠，真的，少在那边，这个最好是白痴武器。我靠，你也太多白痴了吧？好，拜拜。用不赢就说人家白痴，好不好？而且伤害超级高，哎，哪有超级高？那个是白痴武器，他随便收一次放一次就600,000。那个也是要经验，有到600,000了，真的假的？有出去300,000，收回来330,000。哇靠，我刚刚有特别看，而且它360度，你不用瞄。哇靠，那是经验累积的好吗？那拿着什么经验？你什么经验？晚安。好啦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明天台风假小心啊！对啊，没假的也小心啊！你是在恐吓人是不是？就小心啊！你给我小心。明天有放假，你给我小心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